接着我们要颁发是金碧业第三名，第三名得奖的真功夫奖，真功夫奖得奖的是彤彤好料理，哇，彤彤好料理。那我们第二名是面包果王奖，面包果王奖得奖的是元丰队，哇，恭喜你们！今天的创意达人奖，也就是今天的第一名，得奖的是快乐二人组，恭喜，恭喜你们，请上台，来抢上台。奖金，奖金还不知道，奖金是秘密，没有告诉我。哇！第三名多少钱？第三名有2000块。我们先请主委来颁发第三名哈。哇，2000块嘞！哇，小朋友好高兴哦，你看。第二名得奖的是我们的元丰组，元丰队，奖金3000块钱，3000块钱。哇，好棒啊、哦！第一名，我们的快乐二人组，快乐二人组5000块钱，5000块钱，哦，这次可以，来来来，面包果杰，超赞啊、哦！来，小一哥，小一哥，好的呀，好，感谢你们，感谢你们，谢谢。你们都是好厉害呀、啊！最后呢，我们一定要请主委帮我们讲几句话哦。那么辛苦，前人种树，后人呢还能够把树种得那么好。来，热烈掌声，我们主委。嗯，今年呢，兔牛看看文化馆盼来面包过肩呢，还是多少天呢？暂时告一段落哈。啊，大家如果对面包果或面包树有兴趣呢，直接呢可以 Google 去查一下。直接输入面包果或面包树呢，里面的渊源啊，它有什么这个对身体啊，还有维生素啦、A、B 啦，是啊等等之类，怎么去料理，包括它食材用多少啊，这个都写得很清楚。好，罗拉太吉卡，祝大家有愉快的假日，罗拉罗拉。哦，感谢我们主委，主委真的辛苦了，辛苦主委的团队了，罗拉，谢谢，真的是非常好的，哎，主委。那个大哥说要合照，但是呢，我一定要给你应景一下，拿好了，就给你面包果。阿伯拿一条，拿两条。我来拿了。哦，阿你念念嘛生意哦，懂念无的。哦，最大懂念无，好来。懂念无吼，念念念吼，哎。哎，懂数字哈，哎。谢谢我们诸位，非常感谢我们的客家事委员会的团队哦，在我们诸位带领下，以及各位乡亲啊乡亲的支持之下呢，我们的面包果节一年比一年更好，一年比一年更热闹。是的，而且借由这棵树，要凝聚大家的心。反正太奇怪，心中看两空哈。啊，前面呢，该那个讲，舞台前面有一些我们现场一位张大哥，他很好意，张大哥跟我们挥挥手哈。张大哥拔松树了哈，你拔松树哈，把长的面包果把它长落管，然后前面，啊，然前面，然后所以现场如果呢有兴趣的，希望他中意要准备料理耶，前面有面包果，欢迎各位来索取哦哈。我们谢谢张大哥。今天呢非常高兴啊，多位乡亲的参与以及外地朋友一起来共同享誉我们这个面包果节。我们107年面包果节圆满成功，大家明年见，谢谢，明年再见喽。